他们之前已经先跟妻子之前已经先假离婚，让他们妻子去跟找一个美国人结婚，假结婚后先拿到美国的绿卡，然后呢再跟假结婚的配偶啊离婚，再复婚。没有引渡条约，但是这不意味着中美之间没有合作的空间。2001年的3月，中国与美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正式生效。都是在不断的那个逃亡之中嘛，待一段时间，然后呢就觉得哎这地方不行，很危险，要再到一个地方，突然间就来了几个美国那个 FBI 的一些探员，来核实我的那个身份，然后呢就这样就把我跟我老婆就把他抓起来了。